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小滚滚。今天6月4号了，多云的一天。这颗碧桃，小伙伴们还有印象吗？上一次我出镜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跟我说，这颗碧桃控得太狠了，让我进进盆，浇浇水。看，进了几天的盆，恢复生机了。多肉真的是非常坚强的一个植物呀。今天又到了我们边欣赏音乐边欣赏多肉的时间了，那我们来喽。